我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 limit n 趋近无穷大，麻烦求这个式是怎么算？无穷大题目碰到 n 趋近无穷大是怎么算？麻烦你直接看什么？看最高次，比较最高次就好。所以 limit n 趋近无穷大，你观察一下，分子最高次是几 n？ 2 n， 这边是几 n？ 对吧？哈，所以说这边我直接写答案，把这两个约掉，这样行不行？行哈，所以说算出来答案就是几2，减掉这也是一样，这最高是 n， 这是2n， 行不行？所以说把约掉的时候答案就是几2分之1，所以2减2分之1答案就是几2分之3就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。